我反而覺得你要做一個好演員，不是去做戲，是要在戲裏面做一個人。是誰在敲打我窗？其實當其時呢，我跟杜琪峰關係很萍水相逢的，即是我們做完事就拜拜。剛才不是你拍賣了？有一個機會我們有合作，就是天若有情。我記得我除頭盔，很自然地就撥一撥啲頭髮，咁佢就咳，你哋啲偶像貪靚到死，咁我心就非常之不舒服。唔高興嘅，咪唔好做咯。如果大佬叫我做，我一定做。咁知冇嘢啊？於是乎咧，每次我一除頭盔咧，我就嗌咳，然後我去吹頭，我跟住你跳第二個 angle 拍我。你扮大哥啊？拍完之後，佢唔係憎我，不過冇好感。那欢乐的情景，咁佢又拍咗《天若有情二》，又唔揾我，点解咁得意啦？咁佢就开《天若有情三》，咁就去咗长春拍，佢就揾翻我。于是乎，我就一段好长嘅时间同杜琪峰一齐相处，我可以同佢交心咁倾偈，而佢真系心嗰句，佢就讲嗰句。咁我中意呢啲咁嘅人，喺嗰次之后咧就。变成朋友。只有那沉默不语的我。其实在拍《暗战》的时候是一个颇恐怖的角色。而我记得我拍了一场戏，就是请个细路仔吃雪糕。咁我一路做完那场戏，我觉得自己真的非常之到位。咁但系完了那一天，杜琪峰就跟我讲，我不能咁样演戏，因为你今天看完呢場戲，真的覺得你是一個壞人。這一種那歡樂的情景，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過程，慢慢等人哋適應你的演法，然後到第二日你演一個壞人的時候，大家知道你演戲不是真的當你是壞人，咁佢重新再調過曬成個劇本，咁我覺得非常之感動。所以《暗戰》裏面他將我變成另外一個人，亦都是因為這樣我拿到我第一次的男主角，希望有機會可以多謝他。拿完之後，我反而覺得原來真的你要做一個好演員，不是去做戲，是要在戲裏面做一個人。